顺口溜，见了仙人你快点快点绕着走，老奶奶也叫我记住了一句话，多记点儿的你阎王给你磕头。转眼间我活到快要白了头，可正事儿没干好，闲事儿却没干够，马马虎虎过日子，那年那月那是个头，见了闲事儿绝不管，转什么我就溜。嘿呦呦，想起了顺口溜，可遇见了闲事儿还没有绕着走。嘿呦，烦人的顺口溜，多记点儿的你阎王给你磕头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欣欣。在这美好的夜晚，我坐在电话机旁守候着您，不知道今晚您会不会光临。朋友们，生活中不仅有灿烂的阳光和甜蜜的微笑，更有一些令你始料不及的乍暖还寒的天气和忧愁袭来。当这令您烦恼的时刻来临的时候，请你不要默默承受，给你的知心朋友欣欣打个电话，让我为你分担一半。瞧，今天晚上的第一个电话打来了。喂，这位朋友您好，我是欣欣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？这声音贱不唧唧的，请讲。你怎么会迷上他？你那声也不怎么贵，我不也得听着吗？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弟弟，我累了。也许这在我们这个时代，知道吗？这么对一个年轻姑娘说话是不礼貌的。你们家政学校还教什么了？没告你三更半夜闯入一男士的家也是不礼貌的。像你现在所说的这些话，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看我的。你知道什么呀？别以为我就是为了缠着你，我才没那么贱。告诉你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你天天像跟屁虫一样的跟着我，我能有什么机会？哎，你听着啊，有个老太太，钱多了没地儿花。哎，我说，你还没堕落到把我撮合给一老太太，你憋着分遗产吧？啊？你都想哪儿去了？哼，我看你真是看外国电视剧看多了，人老太太就是想要一儿子。那不还是分遗产吗？你，人老太太有儿子。做生意太忙，顾不上尽孝心。等等，我明白了，老太太是想找个人替她儿子尽义务。你可算绕明白了你。哎，人家有一条件，就是必须比亲儿子还要孝顺，就一上午，下午老太太午休，晚上人亲儿子就接上茬了。哼，这样的好事儿你怎么自己不去？那人家也不要闺女啊。再说人给的钱也不少。嗯，我说你是不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？这是地址和电话，你爱去不去。
子。嗯。一段谈话，一种声音，甚至仅仅是凝神一瞥中发现感情的碰撞，或在内心留下一种深深的、莫名其妙的伤痛吗？又有谁能说那不是一段美丽的开始呢？让我们在徐志摩的一首名诗中说声再见，希望不久能听到你快乐的讯息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，道一声珍重，道一声珍重，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。真像我的儿子，哎，多好！对，切了，切成这么大。今儿妈呀，得好好犒劳犒劳儿子。哎，坐下。把套袖摘了。哎，小时候啊，你和妈都缠着大肥肉。那时候肉也便宜，才八毛钱一斤。嘿，就八毛钱一斤呀，那时候也买不起，过年才吃五毛钱的肉。哎，还没等你妈下筷子，你们几个就秃噜秃噜都吃完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哎，吃。啊。吃吃吃。哎，吃。吃这块这块。哎。哎，多好的东西呀。不比你天天泡酒楼撒钱吃什么海鲜强啊，吃，吃了，搁嘴里，哎，大口嚼，嚼，嚼啊，哎，往下咽，咽呐，哎，都吃了，大口吃，吃，别嫌妈心疼啊，哎，吃吃吃，嗯。你说现在的人呐，都该天打五雷轰。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愣说吃不下，啊！不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这忘本的东西，你不是我儿子。好的肉吃不下的给我吐了。我啊，老板，我没迟到吧？哎。哎，要不要？不不不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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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不要？哎，不不，你看你看。哎，对了。哎，对了。哎，现在这女人呐，怎么这么难伺候啊？有一天，我陪她上街，她说她渴了，我给她买了两瓶矿泉水。还有两盒盒饭，你猜怎么着？哎哎哎，他一转身他还走了。这姑娘是怎么的？
他应该请你吃饭。嗯，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们呐，最大的失败就是不了解女人的择偶要求和心理特征。哎，我这有本书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毕文写的，叫《男性求偶指南》啊。你们看了以后，定会受益匪浅。若照着上面的指导去做，100%不敢说啊，99%啊，那没问题。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啊。哎，现在想要就可以。哎，我说，我听说您一直打着光棍是吧？啊，是啊。哦。啊，没进吧？什么？你说，哎，他又来了！哎呀，他又来了！我说，接球啊！我说，我说，大大姐，欢迎您光临失恋者酒吧。这家伙，这估计从后头看还行。嗯，阴阳人他呀。他老来，这种人呢，看一眼就是两条人命。从后面看呢，想死一位；从前面一看，吓死一位。你啊，先把你自己性别搞清楚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小姐，您喝点什么呀？哦，小姐。您喝点什么？啊，是啊，唱六七年了，老这喝点别的不会。我明白了，您是来找组织接头的吧？是吗？是不是原来爱上一歌唱演员？哎哎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嗨呀，嗯，人家电台的欣欣小姐还抄我这里边的词呢。哼，这年头指不定谁抄谁的呢。哎，不信你问他去你啊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，你怎么了？行了，问谁呀？不就欣欣小姐吗？她那声没把我恶心死，太嗲。这话不应该你说啊！啊，没错，我就喜欢欣欣小姐。干什么你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当初啊，也就是我脸皮薄，没跟她提。我要是跟她一提啊，她准嫁给我。你可幸亏没提，要不然一拒绝了，那多现实是吧？哎，你是不是看上她了啊？啊，看上了，怎么了？不看白不看，就你这模样，我这，哎哎，干什么呢？给客人倒酒去。哎哎哎，哎呀，那边啊，哦。哎，接着啊，我还是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待会儿就被玩孤独啊。哎呀，就是啊。哎呀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欣欣，在这美好的夜晚。我坐在电话机旁守候着您，不知您今夜会不会光临？喂，欣欣小姐啊，我是。从您主持的这个节目开播呀，我就是您的忠实听众。现在我有一个非常苦恼的问题，我想请教您。好，请讲。这难以启齿的。啊，如果你把我当做你的朋友，觉得可以把你的心事告诉我。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你，请讲。我爱上了一个人，哦，他的声音特别甜美。我从听到他的声音那一刻起，我就觉着，我的生命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了。我对我自己说，如果我后天这个时候得不到他肯定的答复，那我就结束我这17岁的生命。我听你的意思，你已经把你的爱慕之情向他表达了，是吗？您怎么还不明白呀？我不正在向您表达吗？这位朋友，当然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如意的事，但是你应该坚信明天的太阳会比今天更美好。好，感谢各位打进电话来，明天的彩虹仍然有7种颜色。朋友，相信你在明天的太阳升起来之前已经为今天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。
为你这就是孝顺呐？啊，把我一个人关在这儿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我没儿子啊，我没儿子。嘿，你们什么事都瞒着我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什么都知道。我问你，你昨天带回来那女的，她是谁？不不，我没带。没有。没有。你跟我说实话。带了。她是谁？啊，小妈。啊，不是，没有。什么？我不该把那姑娘当成妈。哎呦，你气死我了！你这倒霉儿子，你气死我了！你。哎呦，我改。我改喽，我以后就您这一个妈还不行吗？哎呦，这才是我的儿子！哎呦，可怜的儿子，宝贝儿哦！哎，您好。我明白你的心，你的喜怒哀乐，我是否可以问问你的姓名？因为你是我的知音，我有多一个朋友。我喜欢你的歌，我的好歌，我明白你的心，你的喜怒哀乐，我明白你的心，你的喜怒哀乐，我是否可以问因为你是我的知音，我又多一个朋友。别唱了，在家里受了压迫了是吧？不，你们也想点办法。不，得想法子救救那孩子。干嘛呀你啊？不，你们这帮孙子，他们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哎呦，你倒有同情心了，我的酒没了。喝酒喝吧，甩什么鞋咧子你？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大姨妈！哎呦，大姨妈，大姨妈，快帮把手啊！哎呀，大姨妈！哎呀，这是怎么话说的呢？哎呦，快快接着！我不喝了。哎呀，怎么醉成这样了呢？还不是为那个贱不唧唧的播音员，哼，也真是够没劲的了。原先啊还是旧情难忘，现在倒好，听点声就犯迷糊。哎，你说什么呢你？谁不知大可是正派人，他也就是心眼好，爱管点闲事儿。要不你怎么来的？嘿，我怎么了我？我也是多余关心他，反正我已经带他回来了，您就多操心吧。哎，不好意思呀。哎，我说你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葛呢？几点了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听广播。哎，你这孩子你怎么就这么没出息呢你啊？你说你听匣子里那声儿，是能当吃能当喝还是能当真媳妇儿啊？您喝茶。哎，大可啊。啊。哎，把这解下来。哎，解下解下。嗯。哎，换上这个。
好好想啊。你妈呀，就这么点乐趣，你们呢，非说我丢人不让我去。人家那街上，你看，人家那些孩子怎么不嫌丢人呢？啊，就你们事儿多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好好学着。哎，妈教你啊。哎，听见没有？哎，记好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跟我学啊。哎，这样啊，哎哎，锵锵，起个锵起，哎呀，手手手，那这样，哎哎，锵锵，哎，起个锵，对，左手先举起来，举，哎，这样，你看，哎哎哎哎哎，跟我学，哎，好好学，哎，这样，哎，锵锵，哎，起个锵起，哎，瞧瞧这手啊，哎，瞧着瞧着这样，兰花指，哎，兰花指，嘿，小手翘起来，哎，这。哎哎，对对对对，眼睛啊，这眼睛跟着手走，你看，哎，这样，哎，瞅着瞅着，哎，瞅着，嗯嗯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再来再来，哎，瞅着我，瞅着我，来来来，跟着走，哎啊，走啊，我再来一次，好好好，再来，哎，兰花指啊，哎，走走，哎，走，哎呦，这什么表情啊，跟家里死了人似的。我跟你说吧，那大军进城那会儿啊，你妈扭那秧歌，嘿，震了半个城啊！那小伙子看你妈那个眼神都那样，瞅着没？你也得这样瞅着你妈。哎，盯住喽！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就是瞅十八岁姑娘，我都没这样过，不行。怎么了？你嫌你妈老是不是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这心得成，心要不成啊，就甭干了。不，没有啊。现在这新鲜事儿可真够多的，什么人都有。喂俩臭子儿给人家当儿子，也不怕给祖宗丢人。嗯。哎，老太太，我可是真心诚意要帮你。您说，就为那俩钱儿，我值得这么做吗？您看我这身儿，我知道您心里苦，您委屈，您拿我当儿子可以，但您不能拿我当孙子。哦，这钱您留着，让您儿子给娶个媳妇儿，给您生个孙子。回见。哼，要说您这儿子啊，也真够孙子的。哼。哟，您来了，喝点什么？哦，老板，我昨天实在是不应该，我错了。错了？那你还来干什么？都说您宽容，不怕人犯错，就怕重犯，是吧？哎，得得得得得得得啊！得了吧你啊！哪天你不给我捅娄子，就说我出本书吧。哎，你也给我捣乱。那您出的书？没错，那是眼镜写的，可署的是我的名字。哎呦，老板，我绝对不知道。那行，我今天给您到里边当托儿去。哎，得得得得得，得了吧啊！你啊，把工作服啊全给我交了，打破个卷走人。别接。嗯。老板，这是我的客人。嗯啊。哦，那就请吧。走啊。欣欣。哎，小姐。您认错人了吧？嘘，说这个就俗了。走。坐下，坐。你喜欢听欣欣的广播？啊。那为什么？也不为什么。这年头，反正活着挺累的。
听听广播轻松，哼，就像喝了那二锅头似的，心里暖和。那你想不想认识他？关键是他不想认识我。那没事儿，我们是朋友，我可以给你介绍。真的？啊。哎。哦。别了，见面就算了。我这人啊，关键时候就怯场。其实啊，只要能听他的声儿，哎，我就满足了。哎，请你一定要转告他，千万别让那孩子给吓唬住了。虽说这事儿跟他有牵连，又是人命关天，但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是不是？您告诉他千万别紧张。哎，我这么一说，是不是他就不紧张了？老板，给我们上酒。星星啊，如果那个男孩再打进来，你一定要先稳住他。如果再有不合适的电话，就完蛋了。知道，你今天会答应那个青年听众的请求吗？这位听众唐突的求爱的方式，会不会使你感到恼火和不快呢？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对我的关心，我相信今晚我会给那个青年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想必您能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，我想尽快同那个青年。赶紧吧。喂，你好，是你吗？嗯。好，请讲话。欣欣阿姨，你千万别答应那个人。我爸爸那天对妈妈说，你要是一结婚就没戏了，没戏了就是坏事情，你千万别答应他啊，欣欣阿姨，好吗？这位小朋友，谢谢你对我的关心。我想，大人之间一定会有大人之间的处理方法。也请你替我谢谢你的爸爸妈妈，我想尽自己的努力，不会使大家对我失望的。哎呀，这句话不该说，容易让人误会。喂，哎，这位朋友你好，我知道是你，今天晚上我一直等候着你的到来，请听我说。欣欣小姐，我不是他，我是个大学生，我只想问您今天几号啊？今天4月3号啊。那两天前是几号啊？4月1日。按说主持人都应该知识渊博，不会不知道4月1日是什么日子吧？哎，喂，这位朋友。哎，4月1号什么日子？38妇女节，5一劳动节，4一。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。太不像话了！哎呦喂，你大爷的！开什么玩笑呢？什么破玩意儿！嚯，大哥，自己放艇了。欣欣，
欣赏音乐的。抽你！嘿，大白天的，你那位欣欣呐，又不出场。你说你小子有多混呢？啊，你愚人节你愚弄外国人去，你跟我们中国人较什么劲？把我们欣欣当猴耍了，真是！哎呦，你们欣欣，哎，人家欣欣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啊，这，哎呀，要不怎么说人家滴滴跟你急呢？他急什么？我也没答应娶他。哎呦，你还没答应？我看你呀，是拢不住人家。哎，跟你说啊，说心里话，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？嗯，哎，我可跟你说啊，咱可不能脚踩两只船。你要是真喜欢欣欣的话，就到电台赌他一回，借找他签字的机会，对他表露心声。这样吧，这样，我呀，先替你跟他表露一下，就说你喜欢他。我怕你坚守自盗。你得了吧你，咱哥俩这么近，你还不相信我、啊？算了，你可真是、啊。最近的你是我最远的感觉。丁大可电话。嗯。丁大可电话。哎，准是滴滴来的。哎，你呀、啊，哎，还是找个贤妻良母吧啊！哎，谢谢啊。来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我是丁大可。谁？哦，哎，我有时间。哎，赶紧找关笔，拜，记下来啊。对，啊，哦，乐坛北街，甲八号。啊，行，我行，我没事儿，啊，哎好，不见不散啊，好，回见。这么激动是谁呀？欣欣，要约我吃饭。哎呦喂！晚上好，先生，几位啊？哦，我找人，约好的。那你请这边请。哎，谢谢。小姐，您等人吧。是啊。我想，我就是您等的那位。嗯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、哦，哎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啊，你看这个人。哎，哦，干嘛呢你啊？哦、对不起，我误会了。找菜呢是吧？嗨，你在找人吗？是啊。我都等你半天了。哎，坐吧。您是？我都饿了，咱们一块儿去吃饭。吃完饭，咱们去看电影。看完电影呢，再去听歌。听完歌，我们再去吃夜宵。满打满算，你就给我1000块钱吧。哦，对不起，小姐，您认错人了。哎，回来，800也行啊。哦，小姐，你们那儿还招人吗？抠门！哎呦喂，我的神秘小姐，合着你们早来了啊？我们？啊，他人呢？谁呀？就是你给我介绍那位。你？嗯，是我。啊。你太幽默了，不是，欣欣她说话不是这声。电台有调音台，谁的事儿打那一过，都会变的。她怎么会是你呢？看来，咱们不该见面。哦，
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就是没想到。这世上就是知音最难寻。没错，我就是您的知音。是吗？的之一。你也是个俗人啊。哎，嘿，我说我错了，我又错了。我你没错，都是我的错啊。他们只是喜欢我的声音，不是喜欢我的人。那些男人忒俗，包括你。您就把我排除了吧啊。嗯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苍天在上，毛主席在纪念堂，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那好，咱们现在手拉手一块进酒吧喝他个一醉方休，你敢不敢？我当然。这年头谁怕谁呀、啊、走。真是回来。嗯，走到九月九啊，他乡没有烈酒，没有文豪啊，走啊走啊走，哎，下雨了，回来。面的面的，他巨仔，我抽他，我哎呦，冷死我了，再凉。哎呀，我怎么早没碰上你？你说，啊？不晚，我这种人就跟游击队似的，遍地都是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你知道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走街上回头率100%。现在也得30%。我觉得人的心理年龄最重要。美国人说，明天永远是。20岁，没错，后天就是18。对，我原来结过婚又离了。那咱们是离友。对，我原来是跳舞的，跳主角，我身材没变，我跳给你看看。蹦蹦蹦蹦蹦。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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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，我就喜欢演奏艺术。蹦蹦蹦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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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喝多了？没有。我送你回家。不，走吧。咱们走。我知道。你们都不喜欢我，为什么？你不包括我。我只想问你，你爱我吗？我出租车，车。把门关上啊！把门关上。跟你说啊，我吧，我当演员，我没上大学，我
往后我就，他喝醉了。没有，我不能把他扔到大街上，不是吗？我就，当一些让你始料不及、乍暖还寒的天气和忧愁袭来的时候，请让我为您分忧。这就是欣欣小姐。几点了？你蒙人，你不是什么欣欣。骗子，骗子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何荣，在这美丽的夜晚，由我坐在电话机旁守候着您，不知您今晚会不会来？何荣，何荣，怎么换你了？欣欣呢？值了，烦透了，我好伤心，伤心。不，我们这些老少爷们儿都是喜欢你的，就连威胁你的孩子，那也是爱你啊。不，你们只是需要我。凭什么？你们需要什么，我就给你们什么。当我需要的时候，谁给我，我就该什么都得不到吗？啊，不，明天的彩虹仍有七种颜色，在明天太阳升起之前，相信你已经为今天画了个完美的句号。这都是你说的。走，站起来，咱们走，到我们家，先歇会儿。咱们走，走，不行，上你家，你是谁？我又不认识你。走吧。心里蒙蒙亮。
手空空，忙来忙去，还是独自对月空。相依，谁愿如此度一生？我有说不出的爱，还有忘不了的情，可明知是苦海，何必又放纵？这是错。